锤哥昨天已经打了一次3-2了。这次玩还是很暴力的，兄弟们，先打成再说，别逼逼。锤哥，我上了，锤哥，上吧，OK，不要像昨天那样了，昨天那样可太刺激了。吸血掉了，吸血掉了，可以。哎呦，我操，像昨天一样，看到最后一个，这宝宝吸血套，吸血套，主书套，啊，还行。